桥上的啊。哦，对。要跟他扣上去。嗯。结果从这里就要分开了。好，拨开。嗯。正好从这里穿进来。结果纸就从下面了。嗯，纸留在下面。对，套在这个感应块下面。嗯。这就是下面一部分。嗯。然后我再找一个上面的，卷到这个上面来了。没有整圆了都搞不清。这个就是这样子来的，嗯，然后这过来是这样子，从这里，这样子来的，嗯。